我们的神重新醒来了吗？百兽夜行，这是一场足以吞噬整个帝国的灾难。上京区贺家和鸭家留守，下京区由我们秋露家守护。太容易揭穿的谎言总有特殊目的，真相就在下京区。所以我们这次的协助人是谁？熟人，一个刺头罢了。喂喂，在下可是怪侠。时间有限，别挡道。在下一波下金之幻侠，暗运金鱼，是也。在下已经热身完毕了，再见了。又解决一个麻烦，不愧是在下。阿鱼，啊，走了，来了。你在做什么？好了好了，就交给在下吧。就是现在。